标，就叫22位都要安全的过河。但是过河的时候呢，过河的时候，这个是特制的安全板，安全板，你要脚要如何在这个板上，你不能直接踩上去，踩上去你就算被硫酸怎么样腐蚀掉了，任务就没有达成，了解吗？好，请问各位，一个组织要完成组织的目标，要注意什么才能够成功？哦，要达成任务，有什么要注意什么？请各位就不用解释，什么告诉我，不能重复。那有了你答对了，我就给你一个安全板，让你能够过。来，要有目标。好，要有目标，一个很明确的目标。哎，要有共识。哎，比个手，比个手，好来。要有共识。要有共识很重要哈、哦，有目标，还有共识。来，可以过来一点好吗？要目标同心。来。来，要互相帮助 ，OK， 哦，通力合作，互相帮助，还没有，嗯，分工，啊、哦，要分工，啊、哦，分工合作很好，来，嗨，要好的策略方法，要很好的策略可以执行的啊、哦、，OK， 来，还没有，有计划，要有计划，嗯 ，OK， 要彻底执行，哎。对，要坚持啊啊，彻底执行。OK OK， 看起来简单，还是重要哦。要有那个毅力啊、哦，来，还有没有？适合的人才，要适才适所，对不对？选择适才适所，适合的人，来。好的领导者，哎，很好，好的领导者。我告诉你，我当了20年校长才真正体会，有怎么样的校长就有怎么样的学校。各位，我讲很清楚了，不是我们自己才拍自己，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啊、哦。好的领导者，嗯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哎，讲过了还可以再讲，没关系哈、哦。你再讲两个，来，还有没有？要很平安，要注意，要如何呢？注意安全，危机处理。哇，我就很诠释了，好不好？OK 哈，要有危机处理的能力。啊，还有没有？后勤资源，哎，很重要，要有后勤资源，资源不断啊，这是当校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还有没有？够了吗？要有魄力啊，魄力啊，要有魄力啊，要有魄力。嗯，还有啊，突破困境。好，要勇于突破困境，用最好的方式来突破困境啊！还有没有？来啊，目标领导者的目标的指令要明确。目标已经讲过了，但是指令要明确啊、哦！等一下哈、哦，目标已经讲过了，指令要明确，对不对？让大家都知道领导者的指令。OK， 很好，来，要好的，哎，这边先要有钱有人。有资源也讲过了，人也讲过了，来，要讨论，互相讨论，要什么？彼此讨论研究 ，OK， 好，来，再来，要变通，要有弹性，对，要真的必要的时候要变通，要有保持弹性，很好，还有没有？过了吗？要沟通，沟通讲过了，来，适当的工具，哎。那个嘛，工具很重要，要有适当，而且要适当的工具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禽兽环境，对，这样子。外在环境的禽兽，外在环境的禽兽，外在环境的禽兽，灵兽，灵兽哈，禽兽，禽兽哈 ，OK。来，拿给你，你要给谁没关系啊，来。还有两个，要不要？了解现况，就是要先现况的掌握。掌握能够分析，我想这个很重要。我想每一个校长到一个新学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来，最后一个还要不要？要愿意做。愿意做 ，OK。我告诉你，童军有一个什么呢？不愿尽力。好，来，好，各位，来，请到这边来。好，来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哈，第一个，我们22位都要平安的。过这道硫酸河，
这是目标啊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安全板不能瞬间离开人体。第二，第三，安全板不能在硫酸而滑动。啊，第三，第四，限时15分钟完成，15分钟要到对岸去。最后，万一不小心有人掉到硫酸河了，准许你我们重来一次，这样了解吗？我再讲一遍，第一，22位每一个人都要平安的过硫酸河，第一。第二，安全板不能瞬间离开人体，假使瞬间离开人体，很简单，这个流浪者就坏掉了，我就要没收了啊。好，第三，都不能问问题，你就听就好了哈。好 ，OK， 等一下我再说明为什么这样啊。OK， 第三，安全板不能在硫酸河滑动。第四，怎么样？15分钟要过河。万一不小心中间有失败了，准许重来一次。好，开始计时。好。他说不能离开人体，第一次这样还行。他说是不能丢的，所以就要一个又走。好，你们刚刚哎，对的，好，跟你，我可以提示你们一个，你们刚刚讲那么多要完成任务的，如果把那些应用在你们这个上面去 ，OK？ 好，这里不要过来哈。那这个旁边可以走，那个栏杆上面可以走啊，都不能，一列那个接一个走过去啊，那个接一个要踩，一定要踩，好，踩了第二个要走，第二个也买，不能先接，这你们的事情哈，你们的事情。两个人，不能瞬间，所以手要拿着，脚要踩，对，手要拿着，脚踩对，然后接着，对，一直往前。然后他要再给我，就再给我，一直递给他，一直递给他，一直往前走，对，一直递，哎，不要动，啊，不行，因为太快，瞬间离开人，重来一次，一直走。一直走，不能离开，赶快离开！坚持啊，那个板子快开，快点，板子给你啊！板子放开，赶快走，跟着走。对啊，跟着走。要有人踩，不能离开，距离太小了。太急了，板子拿过去了。你们不能，哎，脚不能离开哦。好，对不起。你要等我的脚。对，你要等一下，没关系。跑得出来吗？要踩着脚，跳得出来吗？啊，跳我的脚。好，来，要看你的脚。好，来，我放下。好，等一下，走。好，要确定后面的人跟上。确定后面的人跟上。好，来，走。后面的人踩着，后面的人踩着能动。对，好，来，过来，走。好，对，还要板子哦。确定后面的人要踩上，还要板子，还要板子。